膀上都熟得七七八八了。我今天就来山上检查一下，看可以摘了没有，可以摘的话我就陆陆续续的摘一点出去发给朋友们了。看这些带有一点红的差不多了，其实这种飞机笑都是带有一点红就可以吃了，全部红的那种都没那么好吃。哇你看这些全部都掉下来了。摘了，可以摘了，全部在树上这样挂着下来，哎呀，满山都是。现在我就摘下来吃了。嗯，漂亮吗？怎么想吃啊？想吃的话就来小妹家了。现在我就来尝试一个给你们看。啊，水嫩嫩的，里面都是肉，而且这个核也是很小的。好吃。嗯，还要带你们家逛逛。嗯，你没看这一颗，这个叶子这么少都长满了水果了，满山都是啊！今年是大丰收，大丰收就是，嗯，平时不怎么长水果的树，今年都全部长了。看，就是，所以这个荔枝之乡的称号不是白说的，一骑红尘飞几笑，不羁什么？无人居士，无人居士，荔枝来，嗯，这个就是说明，杨贵妃喜欢吃这样的荔枝。但是这个荔枝保存的时间非常之短，所以要加快那个马步，这一只马要换一只马，飞出就送给杨贵妃去。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来由了。Thank you.